开错版本，1.12，最新啊最新。啊，我开对了。嗯。我中陷阱，我好难过。嗯。我中陷阱。叭叭叭叭！哎呀！天哪，你像烟火一样的爆炸啦！哦呦！丢六！今天的《王国之战20》进行了一个微小的更新嘛？微更，真的是微更吗？先行版，对，之前是 5.4 版本，现在也只是变成 5.5 版本。之前20说微更，吓死人！版，对不对？20，哎，嗯，那你更新了什么小更新？小新地图哦，新地图又新地图，微更小更新地图，这次是最后一张了，最后一张哈，然后我们要往前看，是我们要去做更新的东西了，就哎呀，敬请期待啊，好哇哇，放好雨啊，那20那个再往前看的会跟那个机密什么2有关吗？没有，是个全新的超脱钩，要脱钩，对，不同的作者，对，不同了，对，完全不同。要来体验的新地图叫做中烟大陆，我们也都没玩过，只有20知道，等一下他会介绍。那一个崭新的地图，我们就要跟观众一起体验，所以第一场就是观众场。好不好？嗯，那有什么问题啊？有什么 bug 都可以尽量去玩出来，只是就可以打字跟我们讲，看看有什么问题。毕竟还是这个全新的，不用担心不会修改，因为这是最后一张了。对，那如果它有坐标吗？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吗？啊，可以啊，看地图啊。分数的标的物还是要先跟各位介绍，不然等一下大家也不知道，不然我们也不知道。对对，现在我跟好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嗯，很酷吧？怎么弄的？这碰到水会变这个？对啊，会变混凝土。哦，这版本都超麻烦了，这版本好陌生。可是很可爱，居然是可爱吗？很治愈，是不是？可爱啊！你要那种放一大片水流？对啊。嗯，觉得这很漂亮。嗯，那你就直接踢皮我们去吧。好。中烟大陆听起来很猛哎，很像那种漫画或漫改里面的最后的地方。哦，很炸！姐，哇，哦，好帅哦！家好好炫炮哦，城堡哎。啊，这其实不是我盖的。哇，这边有好多100块钱方块哦！我们是说地图很棒，我们又没有说20很棒。不是，没有，只是单纯要去讲一下吧啊，就可以不用在意。20我挖这会不会有100块钱？什么东西？就中央的100块方块啊？对啊，现在改成那个什么绿宝石了。哦，绿宝石，好低哦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这个大家别着急，20慢慢介绍。20，你是介绍哪一个？第一我们第二个看，对，就是叫中间这个就是有钱的嘛，嘿，所以它只有两个，它是真的那么低吗？对啊，就是这么低，开场就这么低啊，高度20而已，这个要过去不容易耶，对啊，就是有点挑战性样子，或者是赌命一跳有没有？对 ，OK， 没有，不要乱来，不要乱来哦，放话喽。哦呀，这个，分数的标的物有哪一些？对啊，这里有这个很丑，每刀一个就 TP 我们啊，对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很丑，这是鸡母虫。你刚刚说这地图不是你干，然后现在说它是很丑虫。对不起。所以你说你的建筑是很丑？没有，这其实是某个热心的网友就是寄给我。所以说，这网友很丑。你的网友寄给你一个丑，真的不行。我是说，这本身就长得很丑哎，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可爱哎，你要不要回去更新这样？可以。一个 good idea， 之后可以看看。可以。那这个虫是多少钱？100分。100分？啊，那么大才100哦。
会大吗？条哎、欸，很大啊，不太好玩。超大、欸，可是好像都可以用敲的。对啊，用手可以用敲的。好，是一百分。这个一定有问题，对了。哎，对，这是五十分。啊，这样才五十分，还是在手上，越来越廉价，越来越廉价，不要破坏了，这等一下玩的。没有没有，这整只都是五十分，整只全部，怎么好大、啊，好亏哦。没有没有，其实他要炸坏是很容易耶。好好，可不可以他手中的泥土五十分呢、啊？嗯、手中泥土五十分，一直刷新泥土，现在地图都不要弄到了。然后这里，这一个。这个是一百五，这个一百什么意思啊？整是整条整个柱子吗？对整条吗？但我觉得这个柱子可能好像有点难赚了。哇，这年头分数越来越难赚了。哇，这年头赚了，这都赚多少？赚比较快啊。哦，上面这个哪里 TP 了？上面啊，上面而已。哎，啊，这个六百分。600分哦，整艘船，哦、这个也超大的、欸，这超大的、欸，对，就是这个比那个子你大好几倍，现在分数比较难赚、哎。哎呦，这里面有好东西。哦哦，对，忘记说，就是现在每张地图呢都有一个哎神秘道具这样子，所以其他已经应该给大家看了，消斥烟火。我好东西，好东西。对，两边都有啊，两边都有，哇、啊，这个真的好难的、哦。那他如果复原呢？消斥还会再重新给吗？不会，就不会，就唯一一组。这边有一张床，对，点了会爆炸的。啊，点了会爆炸的床，哦，巨大的床，我懂你的意思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多少？是，我记得是一百分。我总觉得这个床，我觉得最赚的，这最赚的，还想拆床啊？这个是一次性，一次性的一把哦，一次性，对对对，让你们爽一下。下床了，让你们爽一下。哎、欸，有龙蛋哦，然后嘞，龙蛋，这个150，也是一次性。我现在摸它会飞走、啊，就房间不要摸，不要摸，整个加起来150，一次性，也是一次性，一次性，对，所以它也是只能爽一下。哦。我刚刚想说，如果重置的话，龙蛋会不会重生？可以有好多龙蛋，超好笑，很可爱的龙蛋房间。还有什么？会不会重生？没了吧？没了，没了吧？而且这次分数很难赚，这中间大陆的分数感觉超难赚的，超难赚。啊，辛苦一下。嗯，那也可以稍微说一下那个如果有拿到中间的那个，那叫什么、啊？发财树的话要放哪里？哦，就王座吧。王座在哪里？这里的王座在哪里？就是国王重生的地方，就是这里。正眼。那请问这个蓝色跟红色就是正营颜色而已吗？对，就后面这边这个哦，微微的正营颜色。对，因为我时常跑错。好不明显哦！确定只有这个最上面有颜色，你就可以跑对吗？没有，就比较明显。对，好了好了，没关系，知道了，好知道了。然后这次还有那个新增三个随机事件，三个随机事件，所以啊，轮到这边这块鸡眼，这个我觉得玩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再来说。好，对，有惊喜感，有惊喜感。对对对，好。那还有什么吗？那这一块是什么？这个啊、哦，这个是国王晚上重生的地方。也是国王重生。国王重生太高了吧？有两个吧？有两个国王重生点。至高无上的国王啊！这是晚上的时候。天哪！好。哎，好。那没问题了。好，了解了。那我们怎么回去？我把你们回去。你回去啊？好。好。准备让观众进来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让他们来，刺激的中烟大陆，来，喂，咦，哎呀，好笑，咦，刚刚已经被伤害过了，啊哦。找不到，我想找的东西，
嘟嘟嘟嘟嘟，嗯，没有啊，他们现在网络爆炸，可能要下一条。他们整个的网络都爆炸。嗯、啊，线被牵走了。没有被翻水锅盖翻走。一翻就坏，翻到忍者龟的家。最真是团团。团团一过去，他网络就爆炸。刚过去，网络就爆了。超衰。超衰。哦、对他那过去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他们网络坏掉的时候。对啊，好惨，好可。我家今天几度哦？27吧，很好睡觉的温度。27还好吧，就凉凉的。对啊，很好睡。我家最近都超热的，就热爆了。我房间一直都是30几，我房间就是那种。标准冬天很冷，夏天很热的房子，嗯，超惨的。那你很适合来淡水住，你的耐热耐冷程度就没有啊。嘉义的天气跟淡水差不多啊。哎呦，你看气象报道就知道了，每次最冷不是淡水就是嘉义，对不？我还以为是台南呢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你看那种凌晨温度都是加一，要不然就是单数、嗯，因为是这样的地方。嗯哼哼，团团去秋风了，那不是秋风工作室，那已经是竹林七贤了、欸，竹林哎、欸啊，那是竹林贤者工作室。对啊，是在团团旗下哎、欸，秋风已经被并购了哎、欸，欸、被并购、欸，对啊，欸成功收购，好坏哦，汪汪！新入股会剪影片吗？可是我的新入股都没有在干嘛哎、欸？对啊，翻垃圾谁会想要看、啊？我都在翻垃圾哎、欸，我就剪一个 GIF 图就好了，就是剪我走进去出来那一段，然后就一直重复就好，然后重复10分钟。你太坏了吧你！不会啦，可以啦。这很漂亮啊，我喜欢这。很 OK 啦，好像都没有什么纹路。嗯，就是因为没什么纹路，很方便。不过它的抗爆较低就是了。没关系，就是你在盖东西的时候就很漂亮。嗯。So beautiful。原本的陶土看起来就有点灰灰。还是新的混凝土的颜色？没有啊，丘比跟松饼加起来就是一个人啊。对呀、啊，丘比松饼，我昨天叫错、啊，我昨天要就是泽平那边松饼一直叫，我说啊丘比怎么一直叫？丘比，丘比叫错吗？松比，直接混在一起，对啊，不然就秋松啊。秋松，他们就之后就可以组双人组了。五秋松，你是叫什么？五秋松，双猫组。嘉义人。喂，就是看这个很疗愈耶。他们应该不算是工作室啊，也不会有公司啊。他们就是大家。他们就是一群好朋友打混在一起。对啊，没有，那就是一个宿舍，嗯、加上一点工作室。实况宿舍，就是、听起来好像公司。实况组大楼。实况组大，很可。半夜那边会特别吵。真的。然后开始叫麦当劳。嗯。没有，他们最近都吃鸡排。嗯。他们说附近有4间鸡排，他们要把4间鸡排先试完。差不多了啦，就第三天、第四天了啦，应该都试完。对啊。你看，从礼拜三开始，对吧？没有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。实况组之间，唱过了，唱过了，唱过了。嗯。哦。啊！下一步。没错。嗯，好好玩哦。
没事啊，今天的很简单啊，今天捣乱大队都不在。有啊，汪汪啊。没有啊，我今天很和平啊。对啊，我们今天的然后只是做一个小小障眼法而已。跳起来，跳！开头就掉下去了，以为可以走就掉下去。第一名要出现了吗？哎、欸，出现了！哎呦，僵尸妹妹吗？还是这个是僵尸妹妹？啊、嗯、呜！啊、哦、呜！哦、我现在看到绿色皮肤，我想到那首歌哎、欸。嗯，那首。你看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哦、我知道了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。可以慢慢准备啦。哇，我觉得这样分数很难赚哦，不好赚、嗯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就顶多就是玩那个、啊、三天也还好，不容易不容易。小雨断线了啊，小雨，3000分看看好了，可以啊。这样也鼓励大家多杀人，挑战一下，对啊，多杀人很好。哎、欸，这样至少矿工很安全。我可以赚钱。我觉得那个抢中间也很刺激。You， 炸人会动。You， 我动我动。姐姐，我们要先来那个、哦、选队。杰克啦。好，杰克，你想念网络好了哦。会选。OK。有汪汪。啊，哦，忘记去拆板子。我你断了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对，这个是上次盖石头屋的。盖石头屋的。就是我们在那个啊，小朋友地狱环境的时候，他盖石头屋那个。你说盖在快要接近中间那边那个。对对对对。哦。与世无争的小伙伴。我们有两个小帮手吧，打吧。1234567。我叫你爸，你打我妈。嗯，我们另一个小帮手，卡米兽，嘿嘿，你的 ID 是哪一个 ？ID， give me my card。你是幻视镜啊？绕回来。我会速提，所以等等地方。所以是那个吗？多了一个木头，好好玩。这像红石铺在上面嘞、欸，对啊，只是那个木头色的。对啊，糟了，我们要被电爆了、哦。有人放话说会速叠哦，注意一点，注意一点。他怎么下不去？他是那个，我的小帮手。哎呀呀，好，1234567，八打八，没问题。八，主要是来多多品味一下这游戏吧。啊、这地图，嗯。啊，最后一张。我觉得分数真的是可以去看看每一个挖的感觉如何。小雨，你 OK 了吗？好了好了，那就来啦！再速选择一次中烟大陆。中烟大陆分数是3000分哦。好，一天1000分就结束喽。嗯，好，等一下。挖矿地在哪里？你还不知道？往下挖就吃了，在中间呢、啊，天空啊，在天空啊，往上点，往上点，就是你一直往下，一直往下挖挖挖，知道吗？没一直往上挖，一直往上点，一直盖，一直盖，对。往上啊，如果你一直看不到，你就往上叠叠到你家的船上面就看，你会看到你叠的鹅卵石会变铁。那怎么有一个幻天跳啦？赶快回来啊！马上就没了。嗯。等他1分钟，再不回来就没了。嗯，再不回来就哎，来了，只是要嘴一下。嗯，来喽，中烟大陆，新的版本，新的地图。我们在哪里？为什么狂空白键不会有？不会走啊？不能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我有
我有。为什么？就我没有。哎、欸，等等，不要挖太远，不要挖太远。哇，这个好硬哦。嗯等我好久，中介石。哦，我想起第一版本的那个了。硬邦邦。那时候就是两边不一样的。我直接挖下来有铁有黄金的、欸，好猛！哇，真好。我觉得不用挖到40层吧，他们也不会那么容易来。挖到40层，你会掉去虚空。会掉下去。没有，那个挖到40层，观众，我们一起挖到40层吧。大家一起挖，挖起来。挖起来，挖起来。哇，我跟你讲，要挖一条到高度20的吧。小帮手，你的铁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我们这边好多黄金哦。小雨，你在我们附近，你那边有没有铁？没有。我帮你挖到了，嘿，几只？我很穷，别再往下了。你要去哪？我要挖一条路，等一下。嗯，一条路，你要挖到哪？你这个穷逼吧。哎呀，起码有石头就可以了。好，我有8块了，8块了，再缺2块。有9块，10块有。去换票 ，OK。一手，先上去一波。哇，整个新的地方啊。很陌生吗？在我看来都是石头。装备的在哪里啊？装备在哪里啊？20，楼上。大楼上，我看到了。可以。上好多层哦，那个塔就这么小。巧克力。哇塞！第3层啊，他笑你眼睛没长眼睛哎。没。20，凶爸爸。不是啊，你刚刚的口气就是这塔就这么小。啊，这样子还看不到。还看不到。哇塞！你的眼睛怎么了？啊，没有。帮我看一下那个中间那一面是。X 跟 Z 是多少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作者带，你忘了？他直接背给你听。来20啊，坐标啊，坐标嗯。我只知道高度是20啦。对啊，啊是 X20Z， 哎，未知数自行填上啊。啊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往哪一面填进啊。你是说那个绿宝石吗？对啊，绿宝石。对啊。没关系，我有个 Y 就好。Y 在哪 ？Y 在20。20，我觉得补个血好。Y 在20还不行。他们也有人过去了，我不确定他有没有那个。有可能有了。挖到没关系，我觉得哎，哇，他直接倒挖，他走路快，他挖走了。太快了吧！哇塞！我都还没找到。哎，我挖错方向了，该死的。我可以略跟你讲一下哦，我看一下哦，777，你是要看哪一个坐标 ？X 跟 Z 啊。7 7 4 21 X 跟 Z。7 4 20。差不多啦，有一点误差，因为那边是空的。我现在换去他们家乱，嗯、你们加油。哦，所以我挖的方向是对的。你过得去吗？既然我已经可以过来他们家，那我就来乱他们。气呼呼，气呼呼，超低。哎，痛！好过分哦！有没有黄金？伙伴，自己人，没有黄金，你们这群小废物！哎，有了。我的螺旋楼梯有。骂一下就有了。哎，有了 ，good， 有我在，哎，我黄金，黄金，还有没有？你是叠过去的吗？有跳，毕竟中间这样挖过，别笑话。繁星晚安，晚安，感谢。孤男哦哟，开店顺利吗？队友，黄金嘞，队友。等下对面怎么了？那种 U jump I jump 吗 ？U jump I jump， 大家一起 jump。jump。可能不小心往下挖，想不开了。真的？有没有啊？没有。你们同队伤害打开这一场会很好玩耶。我有了，我的。有。哇，哎，他们的矿坑超乱的。我们这边有一只卡比兽。哎，那是我们的小帮手。嗯。我开始觉得他们是不是都往我身上挖、啊？
太 lucky 了吧！加十分呢？看我等一下看一下我把石器载回来，挖一个金矿，下面一个金砖，挖第二个金矿，下面一个金砖。哎呦，太赚了吧！我还不打开手来抽抽看东西。不要挖我的屁屁！不要让我上去，我们自己人啊，伙伴。抠屁屁，哇，自己人啊，你要被埋起来了。一百点心不是一百美啊，一百台币啊，一块钱我不去啊，啊讲错了啦，妈，一块钱都不要。哎，你黄金钻的几率有调过吗？没有吧？哎，蓝队的来了，旺是不是？也对对对对对，旺起来！哎呦，反应旺哦，相信自己。瞬间渴望自我，这时候二零就要说，因为你们要看一下国王是谁啊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国王是谁啊？谁啊？是谁呀？我也不认识二零是谁啊？你也不认识是不是？我去生奴隶哦！我们都不认识啊！好坏哟！你要去生奴隶？二零怎么说都不对了。你的心到底在哪里？你的技能生要努力。我在生了，我在生了。嗯，而且我钱其实，在他们这里也没有挖很多，才100块。嗯。哦。哎呦。哎，可恶！国王刚在打字，我正想要把它往下挖。问一下。好坏呀、哦！剩多少？我想说，如果国王摔下去，这里有人来闹。150。有有有。哇塞，爱二零啊！如果手榴弹扔到梯子的话，是不是就没了？得上不去。哎，小伙伴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哎呀，真的走掉了，可恶，差一点点就弄到他了，可惜。做什么？你的良心。嗯，哎，没提到。哎呦，上来上来，想别我，再等一百年。北雷布，不是北雷布，北雷布，你刚打嗝哦，我打嗝，对我打嗝，打嗝也太帅了吧，傻子，没有，总觉得我的钱怪怪的，二零的钱没错吗？总觉得好穷哦，自己很穷就这样，对啊，我没有，我觉得穷就是二零的错啊，不是，去看看国王是谁啊。我感觉我的黄金挖很多了、啊，怎么才150？那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你在挖矿，这挖矿地点的关系啊。你看你在对面挖矿，有惩罚哦。我们国里面比较赚的，就是比较我们国里面的资源比较丰富一点，所以啊，你被课税了啦，我知道了。被课税了啊，你那个境外收入啊，难怪，难怪钱那么少啊，动不动就课税。他变成课到境内了，一下子钱都没了。没有，你在国外赚钱，你看你现在走回来，你是不是用家里面的稿子挖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课税了，没课，用家里的稿子就不算国外收入。啊、你在家里面买的稿子去对面挖的，对不对？课税。对对对，属地主义，我拿我们国家的工具不行啊。难过，莫名其妙。龙安呢？中间快要有第二波了，好、哦，我可以去，我可以去。哎咻，这国家怎么上去啊？这国家莫名其妙啊！中间第二波是几秒钟啊？600，你买了？哦，王红在用了，好，继续啊。把他们上来的路全都堵掉。我在猜他们是什么。还有这是记得咯，感谢语音续订。哦，还好哈基没有不在。哎，那个开赛的时候会不会有桥出现、啊？不会，不会。哦，哇，那都要自己铺哎。可恶！干，都要靠自己。可恶啊！真的。哎呀，不能再靠。哎，蓝色的卡在我这边。蓝色的卡什么卡？蓝色卡在我这边的道路上。哇，有办法挖到吗？没有办法哎。你们等一下自己跳下来吧。你有搞吗，汪汪？我没有搞，我没有赚搞。你跟我们抢吧。我有，我有。
我也不确定那位置啊。哇，好凶哦，很想挖哎、欸。开赛，开赛，开赛了，开赛了。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对，哦，在下面吗？上去了。很下面，他在下面，下可恶，挖的哦。还下面了。哎呀，哎，被挖走了，掉下去了。啊，你慢慢挖，你慢慢挖。掉石头吗？直接摔死他。巧克力的石头对上来吗？你好。哎，巧克力，你头上有人，头上有人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我刚好装备还没弄。行。本来就是要摔死，只是想说看你会弄到他们嘞。二零这样正常吗？怎样？鸟。白。你怎么了吗？我看起来正常。没有，就楼梯原本是这样子吗？哦。哦，好像是。当然不是啊。哎、欸，所以是不正常的吗？哦，没有没有啊对对对，本来是这样子的。鸟，哎、欸，你都不太确定是不是？还是他有点古灵精怪、啊？哦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很肯定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好好好。哇，那这场要怎么打呢？我没有足够的金钱。两千，那我还是先融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家里的那个生了吗？奴隶。哎、欸，蓝队哦，蓝队哦，后面那谁？蓝队，蓝队进来了。蓝队进来家里了吗？还是哪里？对，那个螺旋楼梯的。螺旋楼梯，我来了，我来了 ，I help her。国王，我来护驾了，我来护驾了，我来护驾了。可以。左右声音在哪里？我打掉他了，我打掉他了。国王要死要说啊！我刚刚讲螺旋楼梯哦，国王要注意哦。对啊，我们很期待，不是我们会保护他。很期待有敌人来袭，我们就可以护驾一波。嗯，看船，看船，护驾成功，护驾成功。嗯，又来一波了。